大家好，我是鱼儿。听说过吃饭逃单，你听说过上网逃单的吗？这里就是我妹妹开的网吧。今天听了我妹妹说了一个很奇葩的事，居然在这里上网那个老顾客上网逃单了，还分享了他逃单的视频，特别搞笑，你让我去看一下。我是女团体，但我只要办过来，我跟他的就咱找的最后一上机就是今儿的亮点31下的机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在这里消费了8933块钱，差不多9000。一年时间，他已经是钻石会员了，搞笑吧？居然为了他们点点网费跑单，我心想让他来开这些。这个是监控。吧台没有人啊。老板，你看被逃单了还开这么开心，你的数量太搞笑了，主要是太搞笑，他觉得。我妹妹开的网吧，我们分享这一段视频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觉得特别的搞笑，特别的好玩。在这个酷热的时期，大家开心开心。